是一个三进式的建筑，这里是第一进的了。二进式没有。比如说它这些柱这样，这些柱在古建筑当中是好的，140多年前动在这里，到现在它还成熟。有些水车来的。孔兄弟当官做得很好，所以得到皇帝的表彰。当时是接圣旨的样子。南山书院，举人写的两个四个大字。父母为那个两个仔咧建嘅牌坊，外边望唔到有梁木，冇屋梁突出嚟。用呢个砖砌上去，封住咗突出嚟嘅梁木。呢个墙叫做山墙，呢叫烽火山墙。咁佢拱起嚟嘅地方咧，俗称做镬耳。呢啲就系民间称嘅镬耳屋啊。这些鑊耳呢是民間是不准的，要官呢才得的。樓高呢有13米，少有的鋼牙，這條花鋼牙柱是原生出的，好裂縫。你在哪裡找這麼長的石頂成這樣的柱運過來放上去呢？我們現在都還未研究到。有个古井，好啊！有水噶，翻嚟噶，一定有地下水噶，爹哋，吓，一定有地下水噶，啊，系啊，深水周围都有地下水噶，嗯，原来咁打水嘅，一座都系咁。呢个圣旨，揾到嗰阵时间咧，已经裂咗噶啦，俾人用咗，系做桥，后屘揾翻出嚟，啊，本来攞嚟做桥，即系嘥晒啦。好特别个门呢度，那个门槛咧，弹出嚟嘅。大夫第二个花园，一即间仲有一间水仙馆庙，上面嗰啲屋顶上面嘅雕塑非常之靓。
龙村洪秀全的故居。咁呢十八張台凳咧，就係從當地嘅農民屋企收集翻嚟嘅嚇。咁到而家為止咧，已經有百幾年嘅歷史嚇。官禄村嘅課室，洪秀全咧七歲咧就喺呢度讀書噶啦。到佢十八歲嗰陣時間，讀成一書咧，就翻翻嚟呢度教書。方面嘅商房咧，就係老師嘅休息室嚟嘅嚇。咁啊，入邊嘅陳設好簡單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張牀啦、書架同埋書櫃。書板上面七擺放住啲筆墨啊、油燈啊咁樣樣嘅。然後再過嚟嘅喺三方呢個南面嘅商房。當年老師嘅廚房。而呢一口水井旁邊咧，當年俾雷劈開兩橛，但係冇死到。清兵都費事斬佢啦。是古井。好似我身入邊嘅呢個一年六間嘅平房咁樣，咁我哋過嚟呢邊睇緊呢一年六間嘅平房嚇。咁當地嘅客人咧，另外呢個咧就係華東啊。秀全住嘅房間，兩夫婦就住呢間房啦。淨係得呢咁嘅窗仔嘅啫，冇其他通風噶啦。兄弟姊妹的房间，咁呢个床咧叫做猪兜床，猪兜床嘅侧根咧有个塔噶，可能真系够晒方便喎。啊，呢个系厨房，成家人嘅厨房啦。咁啊，展品系中国历代皇帝最大嘅玉玺啦，而新嘅展品有晒啲兵器喺度，呢度系革命基地。呢個當年起義嘅武器，不過原生嘅咧喺北京嚟，就靠呢啲火炮啦。洪秀全自己嘅聖旨，啲旗咧臨陣退縮就斬噶啦，勝利旗。當時嘅聖旨咧曾經係減税嘅。攻陷咗南京之後咧，發出啲安民嘅公告，洪秀全像就係創咗拜上帝會，連孔子個牌位咧都掟埋嘅。當時佢咧就係做啲私塾，最盛大嘅金田起義喺永安建制封王，呢個佢嘅玉璽，夠曬錢。佢哋嘅地雷亦都有弓箭，
續展覽。呢、這個燒肉啊，我諗係。呢個係紫蒜筒，綠禮係臘彩、文明、臘吉、臘精，請其迎親。三書是禮書、聘書、迎書。迎娶的嘢，紫酸尺啊，啲鞋啊、筷子啊咁樣。有鐵盒、梳妝盒、龍香、提籃，仲有餅盒。呢啲就係九大鬼啦。有花刀、海鮮檔。呢度食天下第一雞，師傅喺度咁樣蒸嘅，唔開，成個廚房喺曬度，高高，哇！我哋去燒大軍，啱啱新鮮出嚟，福永，呢度龍柱。深圳附近。